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咖啡机过家家玩具。先打开柜子门，把咖啡豆放到柜子里保存着。还有草莓味的，还有芒果味的，都放进柜子里去。我们先来做一杯仙草味的咖啡，打开咖啡机盖子，把仙草味咖啡豆放进去。你们看，一杯美味的仙草咖啡就做好了，看起来好好喝呀，赶紧给佩奇尝一尝。仙草咖啡好好喝啊！接着我们来做一杯非常美味的芒果咖啡。打开盖子，把芒果咖啡豆放进去。芒果味咖啡制作好了。哎呀，闻着好香啊，赶紧让佩奇来尝尝这杯咖啡。哇，芒果味咖啡也好好喝啊。我们再来做一杯非常美味的草莓咖啡。同样的，把草莓味的咖啡豆放进咖啡机里。香喷喷的草莓咖啡，草莓可是佩奇最喜欢的水果。你们看，佩奇已经迫不及待想喝了。草莓味的咖啡最好喝了。最后我们再来做一杯非常非常美味的奶油咖啡，也是把奶油咖啡豆放进咖啡机里。一杯正宗的奶油咖啡做好了哦。闻着好香好浓郁啊，佩奇赶紧来试一试。浓浓奶油味的咖啡好好喝啊。佩奇，带两杯咖啡回去给猪爸爸猪妈妈喝吧。